好，我们来抽这个云衣公主长大版的葛云衣，还有这个领取。那我们目标的话，先以这个葛云衣为主好了。来，此卦为吉，哎、啊，为吉。不要给我小版的葛云衣哦，我会生气气哦。先说好，哦，没有。危急，真的危急了。第十三代斋女葛云一，太出零分讲上去，万一他出葛云一怎么办？我会哭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，等等开门迎客，哎、欸，没中。哇，我有不好的预兆，不好的凶兆。这个胸罩很危险，很大。让我中！中吧！没有。哎，好惨哦！加趴数了吧？还没。呵呵呵，第一次死抽了，三重结界，玄天推世界，此卦为吉。喊口号有用吗？喊口号到底有没有用？昨天我靠着喊口号跟扶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，就中了。四十抽，倒数十九八，第八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原来是老奶奶哦，没错，关键是老奶奶，填到老奶奶就会中了，拜托，云衣公主，哎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没有语音？他没有语音哎、欸，干，果然是领取命啊 ！GG， 不好的预兆，拜托啊，不要这样啦！我想要大葛云衣啊，我要大葛，拜托啊，给你面子吧。此卦为吉，老奶奶过马路，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 ，OK 没中，可恶、啊，可恶、啊！我只要再中一只绝，然后又是抽到领取的话，我就不抽了，及时停损，神观天变，神是没中。真的危急了，第十三代斋女葛云衣，其他人肯定觉得我疯了，我累了，我心累了，我抽到老鼠我心都累了，八三神女，不玩了啦，哎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葛云大葛的面板比曹信还高、啊，好累哦！哦，喝太少了。神是幻身，我升起来。拜托啊，让我中吧！第八十抽嘞，没有。
哎、欸，你说谁的面板比较高？老鼠哦。那第九次抽了，八三有物，齐名云一，云一来吧，云一，云一，我都有货用了，该给我一个云一了吧？干，不好玩，这游戏不好玩。昨天的运气跑去哪了呢？梦里南柯，柯柯，哎、欸，抽一次了啦，我不想抽了。反正我再抽一张绝啦，如果没有就算了。Go！ 哎，拜托啊，给你面子吧。哦，画好画好丑啊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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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激动的是啊啊！天哪，你是两个啊！本座乃巫山神阙宫第十三代斋女葛云一，承袭禁魂之仪，代行神阙天职。啊，舒服啊！两个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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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百抽。哦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好冷，我好冷哦！我就乖，一百抽三绝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不要给我中两只葛云一哦！哦，是吗？第二只到底是谁？我就说了嘛，哦，不是不到，哦，哦，刚好两只葛云 A， 哦，哦，哦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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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买乐透啦，还说我不哦，给我道歉，还给我道歉，哎，我有一只鼠啊。我第40抽是领取老鼠，然后第100抽是两只云衣公主，开什么玩笑？嗯，在说我开一张纸封给我啊？开什么玩笑？厉害吧？先不要回家了吗？先不要回家嘛！大葛成双，好爽哦，超爽！吓死我了！我真的吓死了！哦，飘飘，哦，飘飘，啊，真喜欢公主了。你认不出我了吗？我认得出，货用开可以啊，没问题，赞啊，直接给你满。云衣公主是有语音的，好，好，大家就这样子啊。他面板的，然后他天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？就是使用绝学后可以获得神跟天者的 buff， 持续两个回合，然后全场可以进入结界，持续三回合。那进入结界状态则使当结界升起哈，可以分成三种。那结界会自然消失，或是被覆盖。开启结界后，进入三回合冷却时间，然后有这些结界，不三种这样子，很多啦，然后大家自己看哈，太多了，我就不念了。大家可以去看我人物那个技能介绍的影片，我有讲到。好，哦，看一下时装好了。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。不论它意味着什么，也是会动。我就说那个头发会动，它不能放大，这很可惜。
哦，他的裙子会摆好。好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大概这是100抽，第40抽领取，第100抽两只云衣公主结案。